华丽建筑，优雅行走，一袭脱俗锦衣，一身清素春秋，尽显绝代风华。有心无心，心在人间，多情不情，情系江湖。古人四目张望，随朋友久一路，寒舍甘露，岂能雄鹰雄台，神仙气气。青龙者为何不愿修炼？咱一挥动指，就也未必是敌人呢、啊。饮下这杯剑花干戈。木蛟奴必然无用，有幻天的眼神，蛟奴明白，令必留许多疑问。关于石榴刀上的事故，阮所知皆是有限，不知先生能否为阮解答？其实，我所知也是有限。但我将自己所做过一切，全数说出。这样就够了。此人究竟是倚天鸟，又是木蛟龙？不过在那之前，不速之客必须送礼。不速之客，难道朋友请？只见木蛟龙是一刻，瞬间一道强烈刀气，无形之法，一次暗锤归击者，嗖！危机子，想未到心得清朝起来五虎中央，这一点老朋友应该不必生。木蛟龙跌入正地吧。当日我心无众人分开，独自起航，准备回返神州大陆。殊不知中途却经过不明妖魂的石榴刀。同时我被一股邪力压制，最后被一名自称倚天鸟的人所轻敲。倚天鸟，他们目前号令天下不保障的神秘人物，是当我清醒之时，却发现自己身在黑暗，而眼前便是传说中的北极小神。北极小神虽我之血统，对他有用，所以将我囚禁在黑暗前面，等待他之苏醒。先生对他定别有用处。根据小神所言，在这段时间，李天家因我之面孔，可能不保重，造成不小的混乱。后来北极小神之良心，陆续遭到毁灭。也使他决定改变计划，采取主动。当下神发出石榴刀之时，同时也将其毁灭，使得刀上尸伤惨重，惨不忍睹。妖魔下得天地难容，既然有此认为，何不直接前来毁灭神州？这点我也无法回答。小心中途停止。看来计划成功了。但是也是早已身在苦境之中。不无可能，因为中原武林已无人见过北极小心的真身。木蛟龙，你又是如何脱离小心禁锢？我也不知。岂不相瞒？当我被吸入小心体内，便失了意识。最后，当我清醒之时，已身在神州海岸。小心的日子轻易放过你。其实，蛟龙自身也认为不可能。听起来，
此时另有温情，江龙低下平民之声，难获众人意许，但心中清早既然中间一次，也代表我作为先票之意。我寄梦你动手，我以一气东山河突破万物中的反不归，所求之不为何？前辈水求你所求乃是贵之东，但所用之交就是莲花圣罗开天宫。红彩一斗气就何人抒发，一是江龙在东营的些朋友，可以露面一回吗？普遣事关个人意愿，江龙无法追责啊。若是如此，也不便勉强。木江龙分明是其他一力同协助正道，当然江龙必尽力而为。那我也不便多做打搅啊。也是木江龙喷破喜酒，该让他多做休息。青勇子将流品口一宿。只是这个事就一力单独担当，那也要看其他人，就好愿意让青勇子独留，就随主便请。木娇农我一力素无高级无国留人，不理懂得你真正用意我真清楚。但娇农希望你明白，不计小心非一意之辈，自己多加谨慎，多少关心，请。哎，红菩提几时休，有心无心心在人间，多情薄情情喜江湖。